肯定会有压力，但是我觉得三只小朋友在一起互动会疏解很好的压力，很大的压力，这是祝福他们。他身体状况目前还 OK， 感谢黄岩唱片同仁呐、啊，还有三个两好姐妹陪他，阿丁陪他，所以一切都 OK。热巴，那个陈明很久没有开演唱会了，你今天最想要听到他唱什么？其实他有很多歌，他有十几张唱片，非常非常多。其实我想利用这个机会，郑重的感恩上苍了，是给三个孩子再一次演唱会的机会，感谢大家的祝福，感恩所有的团队的合作，感恩两个好姐妹在旁边陪着他一路走过来，才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演唱会，而且非常感恩那么多粉丝们的祝福跟支持，非常感恩。那我鞠躬一下好吧，感谢大家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恩。